喊不起来。啊？那休息一下好像就喊起来了。怎么？用洗的也不用不起。没有必先立其器。哇，你需要什么器呢？没有，我只能浪费这个，我要把整卷洗用完。一下了，那你下次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没有经验啊，弟弟也没有分享，他可能就忘光了。忘光了，那我就不知道要到底要怎么用啊，我就一直。那你去过关的时候，他儿子在用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就站在旁边看看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那明天哦，明天不叫，礼拜二不急着修啊，礼拜二你去站在他旁边跟我说。什么厉害？什么都会。
穿鞋。去门口穿鞋子，不要再走了。我跟他交代了，不急告到。我的手机。尽快收尾一下哦。他可能听不到你那些话。从妹妹按电梯。按电梯，按。Mm-hmm.